点一下看看好了、啊。有可能，有可能。欸、国王你在哪？我要给你苹果啦。想干嘛？就给你苹果而已哦。哦。国王很紧张。小心哦，你要先换那个技能。有换了。哔哩哔哩。你为什么手上还拿了一把刀？你又想要干嘛？你想干嘛？我是稿子，你演托。打架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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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超凶。狂暴，我记得现在狂暴很重、欸。什么？杰克！哇，神抓哎、欸！同学校针对啊！哇！我在弄他！你们会来吗？他死了！哇！欸、还没，擦一下！杰克，睡！有没有那个？你有没有瞬移技能？没有，杰克，哎、欸，被繁星没有，我手繁星无敌啊！繁星有开无敌技能吧？复、无敌，对对对，或者是他现在死掉复活的无敌时间、哦，他血好像有变久一点，来不及了。哇，可惜，看有没有路可以过去。还在地底下。可是我有机会。我走，走。什么都没有、欸。我有垫脚石。我也什么都没用。我也只有垫脚石。大家都只有石头啊！我没有要过去要垫呢、啊。哎、欸，等一下。我也掉下去，中了。你知道我是连装备什么都没有了，最惨。我有那个，我有买瞬移。哇，你怎么已经有爆弹了？谁有爆弹买了？杰克。Yeah! 好，杰克，你牵着汉，我们上去。好。哇，不行。不行，太多人了。差一点。好，我要去买装。我从外面垫。没装完全不能打。我也是。那先啊，复活了。可是我们是不是有力量啊？哦，没有，没有，那是他们。没有，对。我好慌啊！哎呦，我埋伏在他们家。哎呦，杰克还在吗？杰克还在，听到爆炸声。还在。那你看他啊，有没有人有发光技能？我没钱。没有钱。我在他们家楼上，我在点名。我看到米菲了。好穷啊！喂，有机会。我也过去，虽然我只有木剑。喂，不行，他们人太多了。啊！干掉，两个人在那个附魔台那里。啊，杰克嘞？我在头上，等一下。我刚捡到，我就可以顺回来了。嗯。差一点，他们两个人在那边保护他。哎，繁星。是小雨哦，小雨现在在楼上，他跑到三楼了。啊！还是米菲？哎、欸！谁死了？哎呦，我才真想要过去！不是死了，蓝色。死在哪？没有，我没死啊，洋洋没死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血量是零？蓝队的对啊，国王。哎、啊，你摔上一下好不好？不然他你摔一下，我要怎么摔呀、啊？我从上面四格高就可以摔了，四格高就扣一下血。这边啊！不然我们也不知道你的血量。哦，有了，正常，吃肉啊，吃肉，洋洋，副手，对，洋洋，哦，怎么了？金苹果给你交接，金苹果，因为我刚还没捡到宝石啊，交接，嗯，终极交接了，换我要紧张，为什么没送我啊？可以不要吗？想死，刚刚还以为你死掉，你先那个买那个，技能，刚米菲是谁打死的？我打死啊，第一次是我，然后第二次是巧克力，对，好，米菲，你有没有买那技能？你叫谁？叫谁？洋洋，哦，哎，洋洋，你有买那技能？30块，你没有钱是不是？没有钱，哦，我有钱。抓到，直接叫国王哦！好，不要给你钱，你自己去买！哇！好神奇！哎，哇，你们好可怕！我离开你们了，你们两个超可怕。他才可怕吧？我是无辜的。赶快去买了！一直被讨厌，到现在还是被讨厌吗？我看一下，无敌30块，瞬移是多少？瞬移你还没办法买。嗯，先无敌就好了吧？对，先无敌。我就直先无敌就好。先无敌，哎、欸，你怎么还活着、啊？你怎么血那么多？洋洋，投票了，投票，你怎么血那么多？投票，洋洋投票，你怎么血那么多？为什么杀不死？你已经买了，
啊，没有啊，我拜拜。那为什么炸不死你？快躲快躲快躲！你可以理解，快走快走快走！不是你，你告诉我为什么炸不死你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哎，我零距离炸，你满血。快点！我太疑问了，我靠！小心小心！我靠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啊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啊？不要跑！不要跑！洋洋，你听我说，走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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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我35块！还我35块！还我35！我只好带个牛排走，带个牛排走。我牛排！再见。奇怪了，我邻居也在、欸。刚不晓得是不是 bug， 我刚刚是直接连续炸他，他都没扣血。哎、欸，我真的讲、很难炸国王，从上一个版本开始。不是我刚刚故意给他钱，然后让他去换技能，他在换技能过程当中我狂炸，然后他完全没扣血，然后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我也不知道。没关系，我们再过去炸。对啊啊，没关系，我带他过去炸。我想说，完美的司机哎、欸，真的。结果我没有成功。对啊，其实刚刚就在猜你是不是只是单纯想来打那个。哎、欸，对啊，我看你们有两个人在啊，杀死他我一定死啊，就算算了。我刚才想、没事，米菲，你有没有钱？你买一下发光。没有。哎、啊，你们这里的奴隶有删了吗？删了，他们那里还没。我们其实一直在各种混乱，然后我一直看啊，还没奴隶三啊，假装不知道，假装没有这回事。他们的经济很差、啊，经济很差、啊。巧克力叠两次都觉得不合理啊。第一次其实我真的是不小心叠了。哦，是啊。就他们一直在聊一些很坑的事情，就听人都让我坑了。哎、欸，你知道我怎么抓到间谍的吗？你们怎么抓到的？没有你们不是就是心结吗？没有心结啊，对啊，差不多的意思。杰克过来就说他们有心结，因为他是小气鬼，我就说他怪怪的，把他开除了。他就说：“哎、欸，我可以投票。”我说：“对啊，你就是点下去。”然后他直接给我点下去了，我还没讲完。在解说中，他就点下去了，超好笑。我说：“好，那你挑一个啦。”我说：“好吧，那就话最多的杰克吧。”我说。这场话对做的是我吧？他们有说可能是刚那个央、现在有抗性哦，好像结婚有理。可是那抗性也只有一而已啊。我也觉得啊，可是应该没道理这样。那有几次王国的时候，我不是都你看着我在他们敌方家炸人吗？嗯，可是丢出去真的都是没什么伤害。真的，那个小雨，你还有很多垫脚石吗？哎、欸，我有，还有两组。好，没有没有，我们去抢他们的翅膀，他们还没拿。哇，我去我去我去。哎、欸，那其实可以，没事没事。我们翅膀在我身上、哦，看有谁要玩。我那时候就看到你们有人在飞了，也不跟他们讲、啊，他们都还在那边扛来扛去、啊。他们在扛什么东西啊？在那边扛着这个口水啊，吃口水啊。晚上团团，但哈基很累啊。哇哦！我们先回去。哦，他们这么嗨哦。对啊。啊，他们有弓箭了，可惜。嗯。没关系，没什么东西。所以现在没抗性了嘛？还是有。抗性。他是跟谁结婚？我看不到。哇，泱泱。哦。哎呦，看看。可是我现在钱比较多很多，对，那不要，那不要，那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而且都不要离，因为你离了就那个，有可能是你扣钱。对，嗯，哦，好吧，今天要结束了。喂，麦克，喂，什么声音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啊，我听到一个喂的声音。喂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哎，什么声音？没有。喂？喂？会不会是你的现场音？哎，七月了啦，真的喂？大家，我刚刚听到一个奇怪声音。没有啊，你是跟我一样材质包没换是不是？哎，对，你会不会是材质包没换啊？你那个寒冬没有，有啊，有换啊，材质包没换。对啊，我观众也就听到了，怀，为什么？好恐怖哦！还先丢，不是联合欺骗我，一定有人在那边怀。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我怎么可能会欺骗你嘞？你在讲好可怕，我在七月。你说欺骗李飞就算了 ，Creeper 啊。欧美，买谁刀啊？
没有那国外的梗。预、欸、备，预备，对话框框有个准备，准备。哎、欸，那个中间前前记得抢哦。好 好, 好，我刚丢，我刚丢漏就是这个。你要去冲，好，去吧。他们的那个翅膀还没拿到、哦，没办法。伸出小孩了，伸出小孩，小孩，伸出小孩。啊、看你们的小孩在哪里？米菲在哪？我不要。米菲小孩呢？哇，小孩在他家。嗯，哎、欸，我帮你了，我帮你了，我睡，我睡。米菲、哦，你现在钱超多。刚好是哈记，刚好是哈记、哦。有钱了，有钱了。啊，他不想要你的小孩。我怕。哇，一生小孩就离婚呢、欸？小孩应该在其中一个人那里。嗯，哇，你的抚养权被抢走了。该不会是父？哎、欸，有啊有啊，这里有小孩，小屁孩。哦，有啊有啊有啊！屁孩是什么？屁孩是什么？你可以干嘛？小屁孩？就我方的人啊，他可以帮我们打、哦、打人。小屁孩，哦、啊，哎、欸，那个米菲，你可以米菲，你可以给我个给我一点钱吗？哎、欸，100块，100块的。可能有缺陷，生出他来。缺陷。我以为你要放箱子油喷在我身上，气死野国王。可是我钱好像也不能干嘛，不如就发给你们好了。哎呦，我看你吓到我，看到屁孩了。你可以那个赌博，赌博，你可以。这个死灵法师，他的那个第三个厄运水晶，一天可以赌三次，你可以赌赌看，你的运气应该还不错。哦，好啊，好啊。哦，你们放那个书柜，我用好了。好。展示满书柜。钱多少？好够。喂，等一下。好啊，那，谁要附魔？我附魔，我很多钱，我先附。好啊，那你我先处理附魔，我帮大家先远程准备一下远程武器。我直接被呛了，你没有资格附魔。那个保险箱，我连升级都无法。因为你们要升级一阶就好，50块的，我可以放一些。哎、欸，我记得有卖、啊、卖药水的啊，那个最右边的，那个我们市民他们、啊、找到爆破兵，爆破兵，对，爆破兵，我要丢闪光弹，闪光弹，啊，我看一个他在干嘛？我在练等，你不要靠过来，你不要去吸他，你不要去吸他，我在练等，你不要偷偷过去吸他，米菲。我在闭关修炼，好吗？好，等级交给你练，我们去炸他们。好，炸人喽！希望来得及切。大虫虫，为什么攻了回来？这个是冲击。他们完全天空都没什么东东。嗯，还没弄。可能他们在弄。他忙就走。嗯，那是他们过去哪？爆炸堡。开心 Go Go！ 你可以吗？你可以吗？其实你站的位置，为什么要站那么远呢？啊，奇怪吗？我帮你盖一个温暖的家。哦，他们在射箭，他们在射箭，他们在射箭。哎、欸，很痛哦，很痛哦，他们箭很痛哦，痛痛痛痛痛。所以你看，我前面才盖一个。哇，插两根毛在地上。你还有？弹吗？哎、欸，还有一个，可是我不想要炸那两根毛，让它就是地上变那个。所以你要塞下去打是不是？嗯，有一点想。你可以把蛋给我，我帮你几顿。其实还好啊， okay. 地上破破的跟我们丢这个没关系啊。是你丢不一定。想想。啊，不要想了，够。丢一下。哎、欸。哦呦喂！好了。我已经炸了，你才下去。你炸我，你我就说没关系。好，没关系，那我走了。好，我去回家喽。回回回，应该是泱泱吧、欸。啊，有炸弹！哦，没事。我来试试我的战法，因为我那时候行。可是你发光哦，他看得到你哦。干，算哦。炸弹丢到我的头了啦，掉下去了啦。我用身体接弹呢、欸！哇塞，怎么拦截？嗯，能抓到哈基，我发光了。对你发光了，跟着你跑上来哎、欸！
你没奶奶啦！熊猫团团，熊猫团团，熊猫团团。汤总又有人掉下去了。嗨、哎！哎，繁星，你结婚了？哇！财产均分，你一二七。好像没很亏、欸，我刚花过钱。哎、欸，我好像赚哦、喔。对。哎呦！没有，我只怕你挂掉。哦。哎呦，炸开心了，炸开心了。啊！回家了。啊！跑走了。下钱啊！这个 ID 是谁？阿静。泱泱应该有拿旗帜啊，有叫他拿。所以你可以看副手。嗯。强力三，嗯，你有好附魔啊！一会儿就看到小屁孩，